卷轴写得真好。风暴要来喽！我常年钻研的魔法，
完工了，上面写说会爆炸，我是最厉害的。这本你一定要读。图书馆找书，我是最厉害的。
人的战士们，起来吧！洁的花园与整洁的心，我们渴望复仇，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
藏匿。